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，从五星增加54,870例 COVID-19 本土病例，从下列 BA.2 疫情高峰确诊个案当中，总确诊有220例，其中有48人死亡，另外境外陆续新增加55例。莫德纳次世代送加疫苗累计突破4批，将全身百分满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从五宣布，10年12月伊始，共台南年18到49岁民众注射次世代疫苗对加剂。行政院总书记从先前宣布，10年13月实施年金两加七的限制，境外的学生年金的配套措施受到大家关心。教育部长潘文忠从五讲，还有点详细的内容向外沟通，希望做得好好安排。首都回归五爱同行是今年国庆大会的主题，包含了台湾多年族群强融并进的精神。其中典礼上有一个客家的焦点，是由国宾示范乐器进行国粹，老国历史念客唱团从客家歌曲大家很强烈。台湾有丰富多年的族群文化，本土理念未起了纪念政府3万部损改重点之一。今年国庆大会六条牌类比又重台突破的位置，只是挑一牌先增加了行业、河洛尼、年聪明尼、明东尼的前场口音。